太平洋，我发现了一座热带岛屿。美丽浪漫的海天，为旅行背包装满动人回忆。绿岛旧称火烧岛，位于台湾东南方，距离台东市33公里，面积约16平方公里。日暮时分，整座岛沐浴在璀璨夺目的火红，犹如一颗镶在太平洋的明珠。每当心灵需要沉淀的时刻，总会想到它。我穿上 T 恤、球鞋，带着单车，以轻松漫游、生怕破坏它存在的方式，走访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致。绿岛游客中心提供旅人完整的游憩资讯、生态介绍，以及舒适的歇脚空间。完成体力和资讯补给，跟着海风展开绿岛的新旅行。由火山及块岩构成的绿岛，周边环绕着群状珊瑚礁，经过风与浪的雕琢，多样的奇岩地景成为岛上一大特色。发挥想象力，将地景之旅串联出有趣的故事。威风凛凛的将军岩似乎指挥着面前的两位小兵，他的攻打目标正是海上状似城楼的楼门岩。前方惟妙惟肖的牛头正趴在海面做着好梦。被赋予爱情传说的睡美人与哈巴狗，在湛蓝海水的衬托下，是绿岛著名的地标。走过小长城步道，观景凉亭可将海天景致尽收眼底。此外，还有孔子岩、火鸡岩，以及像一艘即将起航的帆船鼻，显示了自然之手不凡的创作功力。沿着环岛公路，陡直的海崖、山壁是观浪听涛的好据点。平坦的大白沙由贝壳沙组成，洁净的沙滩总是让人流连忘返。我用相机记下踏浪、欣赏夕照的幸福时光，不带走一粒沙，让美丽的海岸永续留存。热带海岛气候与珊瑚礁岩的地理条件，孕育出绿岛特殊的动植物生态，也因低度开发保有天然的原始样貌。在紫坪西湖，宝玉类的水源花亭亭而立，在礁岩和高盐分环境下展现了强韧的生命力。再往岸上走，遍布的林头丛是绿岛常见的防风定沙植物，其他例如马鞍藤、大叶山兰等
构成绿意盎然的海岸景观。而初夏绽放的铁炮百合，洁白的花朵为夏季增添清新的气息。过山古道则是本地天然的原生植物园。蓝雨乌心石、蓝雨平婆、线叶杜英、槟榔木、多花野牡丹、木芙蓉等林相与台湾截然不同，宛如置身热带森林。沿途的清风和鸟鸣让人舒畅地忘了烦忧。幸运的话，在绿岛还能观察到石果蝙蝠、山羌、果子狸、椰子蟹的踪影。来到蔚蓝小岛，非要亲身体验清澈海水的魅力。海洋生态是这里宝贵的资源，充足的日照和黑潮让绿岛成为世界知名的潜点。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在柴口、大白沙和石朗划设潜水区，并设置清海的步道。除了保护珍贵的石珊瑚不被人为破坏外，也提供游客安全的浮潜区域。绿岛珊瑚覆盖率和多样性高，形成丰富而壮丽的海底景观。珊瑚一年只能生长数公分，著名的大香菇推测已有1200年历史。珊瑚产卵季节有如繁星点点，令人不禁要为海洋的生命力喝彩。珊瑚为海洋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，被形容为海底的公寓。人为的触碰和踩踏或污染都会造成珊瑚受损。当您用心欣赏海洋之美，活泼的热带鱼群也一起共游，仿佛自己就是大海的一份子，有义务保护这片蓝色世界生生不息。绿岛除了自然景观令人赞叹不已，人文历史也有独特的风采。据口传历史得知，阿美族与达悟族人曾居住过绿岛，但目前绿岛居民主要以闽南系汉人为主。早期绿岛人从事农耕及渔业捕捞为生，因此带有浓厚宗教信仰的观音洞成为绿岛人最重要的信仰中心。观音洞是典型的石灰岩地形景观，洞内有一石笋状如观音，相传因发光帮助夜间迷航的渔船返航，成为绿岛人的守护神。绿岛居民凡是重要大事都会请示石观音，并祈求好运，因此成为香火鼎盛的天然庙宇及观光圣地。柚子湖遗留的古厝是绿岛早年开发的村落，可看出系由早期的郭老石所建筑的。附近的海石洞充分享受微风和亭桃的悠闲，是值得推荐的私房景点。
昂首伫立的绿岛灯塔总像深夜的一盏明灯，守护着往来航行的船只的安全。紧邻的乌油窟满载了绿岛孩子的童年回忆。从公馆鼻到牛头山的绿岛源泉文化园区，代表着戒严时期追求人权自由的历史。我透过场景重建、文物展示，回顾台湾民主得来不易的过程。目前绿岛监狱仍是收容重刑犯的地方，坚固的围墙吸引访游客想一窥究竟的景点。精彩的岛屿巡礼之后，许多舒适的民宿提供休憩的好选择，各具特色建筑形态和色彩，不但表现民宿主人的风格，也为街景营造了艺术气息。热情好客的绿岛更准备了温泉、美食飨宴，款待远来的游客。名列全世界三处海底温泉之一的朝日温泉，是海水渗入地层，经过地热加温，再由岩层缝隙涌出。澄澈的温泉没有硫磺味和海水的黏腻，沐浴后皮肤还有滑顺的感觉。泡汤看日出是绿岛独具特色的体验。而赏星、观月、听虫鸣，更展现了朝日温泉多样的风情。泡完汤少不了美食，来为旅途加分。当地新鲜渔获、简单的食材，例如潮间带海草、绿岛花生等当地食材，烹调出回味无穷的传统佳肴。这些台湾品尝不到的好滋味，只有亲身来趟绿岛旅游才能享受到。入夜的绿岛很有生命力，南寮大街购物的人群，坐在海堤听海浪的男女朋友，还有一群群放轻手脚、降低音量，在路边夜访生态的探索者。只要您够细心，就能发现山头野生梅花鹿。路边树丛中，金田式大头竹节虫。地上忙着过马路的鹿蟹等夜行生物。在绿岛的夜晚中，您将能体会生命的另一种骚动。三、二、一，准备动。好的。为了让游客以最不干扰绿岛生态的旅游方式来亲近绿岛的美，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积极推动自行车作为环岛交通工具，办理低碳生态套装游程及低碳达人选拔活动，举行轻松浪漫的夜间星光赏月会。透过专业导览解说人员带领，游客除了可以领略绿岛深层之美，还能做一个低碳旅游达人，为这块美丽净土贡献一己之力。
绿岛，它的美在于保有原生的自然生态和人文风貌。请您和我一起，以节能减碳、珍惜环境的旅行方式，感受绿岛蕴含的精致和美好，让绿岛美丽的生态景观永续长存。